来吧，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先开一下旧的，就开一下这个，开一下这一只的部分哦。这只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炼哦，应该也是可以继续主线的啦。那一斧那一只是真的蛮等蛮急的，就一斧那一只已经真的练不上去了。那这只其实还没完全练到满，其实它在练也很快，好吧。最近官网出了什么新宠物吗？我觉得我比较想介绍宠物的部分。我是被踢了啊。哦，官网不要开放罢免啊！一大堆工会那边没有人，然后又不罢免，就是把它罢免就对了。爱分开都是罪，何苦还要面对？不尝试是残留眼泪，感觉没新的耶，一扫就知道有没有新的了。那怎么办？作家有新的吗？作家有新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印度嘻哈，不，零度嘻哈，这个好美哦。哎 crowding，这个呢，一样看一下暑假哦，这还蛮美的，后面那种冰冻的感觉。这部分各位观众可以接受哦。还有你的刀太长了，可以小一点吗？哦，原来下面写一个 RIP 哦，妹啊，这个顺便刷个存在好了。下一集我们一样来那一只旧的，新的那一只职业，新的新职业，所以我们三大职业都练了耶，而且就等光芒兔第十打了。这部分可以理解哦。